穷哦。你有没有去过那个缆车那边啊？缆车什么缆车？淡水缆车，淡水缆车。啊！希望我们可以抵达到那个地方。可以啦，没问题。看看附近，好像没有飞机来追踪。很快就会有。老师，你太天真了。哎，也是，当你突然间就是不是？你看到我们下面开枪射击了？哦，没有，是你们在射击啊。其实这边也可以跳伞，你知道吗？这里跳有什么好跳的？都是山，这边好漂亮，这边很美。可是你跳下去就回不来了，你就要用一个人在这跑山路。对，它这边有个山路跑道啊，这边超爽的啊。对啊，这边是蛮适合骑的越野车。对啊，来，晚上弄来过来骑好了。所以我觉得每次要这样讲的时候，骑到一半就被弄爆了。他说不是我炸的，是系统误判。哎、欸，他是好人，他是我的司机，不爽他，各种不爽。我现在整个是大愤青，有没有？看他什么都不爽，莫名其妙。对，好高哦！哦，他在阴道。到这边是蓝色的地方。等级上升，江湖骗子。好，到，我们终于到了，那个蓝色的地方。要跳吗？这边是要用跳的还是搭缆车？用跳的也可以，搭缆车也可以啊。因为缆车应该是多，我记得多人连线好像不能开了。哦。下来了。呜，稳住！感觉你在抖。然后停屋顶，我要停屋顶。安全落地哦，这是今天最稳的一次啊！干嘛这样讲？我觉得大家一定会被砍死，是不是？哎，居然没有！啊，大缆车啦！缆车时间，那这边有那个外星人图腾吗？看过吗？这边。这里，你看过吗？哦，哎呦，哎，你来，你那边摆个姿势，我帮你拍。对，好 ，OK， 来，摆个帅点姿势啊。跳。太近了，弄一下。还有猴子要跟我一起拍。好来，这样见识我的。三个一，来。脸整个被挡住了，扭！哎，妹子挡住啊！啊，走，跳伞，跳过吗？来，这里哦！哦，酷哦！这是要一去不回吗？干嘛吗？走啊！好，走。呼！啊！最好哭！直接摔死了！你怎么直接摔死啊？太弱了吧！观众给推下去，太弱了吧！你有跳成功？你在哪处？完了！救命啊！站不起来了。GoPro！ 谁来救我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再挑战，再跳一次。OP Channel 已经我摔死了。也是摔死，会摔在山路中央。谁过来载我一下？我在很努力、很辛苦的往上爬。会，过来载我！这山路感觉好高啊！哎、欸，我快到了！哎、欸，我回来啦！我真回不去了啦！
救我！救我！海德哥，救我！哦，你跳了吗？跳了吗？怎么了吗？没想到等你一下。好，等我等我。太恐怖，爱爬山。这里到底在干嘛？我到，我到，我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这里好危险哦！再一失足就千古恨了。直接停上面是不是？我要躲在后面，免得被人家撞到。哇塞，还好我刚刚没有在前面。我目睹了你的死亡，真烦呢。我把你推下去，下去吧你。各种翻车，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呜呼，呜呼。哎、欸，哇！我直接撞到墙壁，然后开始在翻滚，我站不起来，我站不起来，啊，死掉了！太伤心了，我的尸体还一直在甩，我好伤心哦。哎、欸，这个超难的、欸。你有跳上去吗？我跳失败了。来啦！那不会难，走上去就好了。谁可以载一下啊？在这个山路中央，我要如何是好？啊，等你啊，等你啊，那直接跳下去了。哦，我先努力的爬上去。司机，我也需要司机。呜，爬啊爬！我看到有人，猴子是猴子。猴子，你没有车，你来陪我干嘛？你是陪我爬山的吗？哦，走这边，这边感觉是捷径。哈哈，内裤哥被啃牵拖，我在被内裤哥害死。被牵拖。哦，这边可以爬吗？这边不行。来测试一下，看那个 B 跳线，看能不能 B 跳。哎、欸，那超难跳的啊！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跳跳跳跳，这不行！嘿，嘿，哟，我回来了，来喽！哇，这每跳一次都要爬长山。有吗？这里讲，这里讲，直升机各种版。这种地板在燃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地在烧？火在烧。有啊。在干嘛？就等一下会逼跳啊。好像躲在后面。你在那边撒气哦！我操！干嘛了？你们两个人拿油桶，大哥，你要干嘛？你、欸、居然没有火，为什么？它有些地方烧，它有些地方烧不起来啊。嗯，走啊走啊，跑过去直接跳，跑过去直接跳。好，有一些你会摔死。好，你先上，你先上。要冲，要冲喽！对对对，打姐，打姐按叉哦，冲啊！冲啊！冲啊！安插，安插，安插，安插！哦 ，nice！ 晃晃晃晃！啊！冲啊！冲啊！来呀，来呀！有了，有了！我回成功吗？我撞到什么东西？有成功吗？成功吗？你在哪？你在哪里？你都死掉了！我撞到前面的电线杆，太弱了吧！你过去了吗？我下去，我下去了、啊。你过去了？对啊。我从山脉走下去了。哎、欸，那电线杆撞到我了。什么是你撞他？好不好？他又没动。我哇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！不是一样。
啊！我跳起来，我不管了。360度大回旋，现在买只要299元，还附赠你360圈哦。太夸张了！你下来吧，你下来吧。我要一直用死亡滑跳下去这三块。我去看那个能不能搭啦，因为他那个应该是可以搭。有都在慢慢的往。单机版可以搭，可是我不知道多人版能不能搭。感觉不太。我要去山下了。我已经爬不上去了，各种前列腺刹车啊！我下去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。满分十分，啊！跳啊！哇！啊！啊！又进去了。还好吧？我快要山下了，我在山下那边泡咖啡等你们。好凄惨哦，今天。今天我们几乎没办法什么活动哎、欸，你不觉得都中场就失败了吗？不会吧，没有一次完美的活动。我哪有弄错方向？顺着山坡，不是顺着高压塔，不是顺着高压塔。哇！你顺着那个塔下来啊？你要说顺着山坡才撞到。哎、欸，我这个屁股好会滚，我要滚一下山坡。哎、欸，还没有死、欸。哦，哎、欸，还活着哎、欸！哇，这样下山坡方便多了。喂，看我滚！我看一下，我记得好像多人连线版本是不能搭的，我记得没错的话。滚！呀咦！我下来，我要更新更完之后就可以搭，果然没有。他连车厢都没有啊，所以没办法搭。我在铁轨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吧？10点多了。好啦，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先到这边喽。好，那感谢各位收看啊。今天感谢巧克力，他没有放鸟。哎呀，完全没放鸟啊，真的没放鸟啊，其他都放鸟放到已经都爆炸了。各种放鸟。对啊，都各种放鸟，然后还有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没出现的、啊，是某个名字后面有两个丽丽那两个字的。两个丽丽。都没出现过啊，约了快半年啊。OK 啦，那先这样啦，感谢各位收看啦，拜拜拜拜，晚安，拜拜。